妈妈不在，爸爸该怎么办？任务是一定要完成的。我选绝，会啦。态度你要比你好一点了。我们学校都是学好几天才能学会。真的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压力太大了。哦，这也太不生态了吧？怎么把馅包进去了？没有妈妈的七十二小时旅程，看爸爸如何飞速成长。星期五晚十点，999感冒灵和小儿感冒药，爸爸去哪儿？